好，观战方这边的话是大明湖啊，对阵到了对手阵法有被大克，观战方这边的话是保一个三扫大堂，三扫大堂，嗯，它是带地府的，带地府化成地府嘛，221相当于。但是你看他打对面鸟阵，他的一个速度，这回是13速啊，一三速，我先看看啊，刚才进来也没有看到奇迹如风，对吧？有个一尾渡江挂在身上，但你那对战方是一个鸟头的女儿村呀。是，而且你也是这种我们说保的保咒师不服，所以来说速度不应该这么慢啊。是，还是你是被观战方这边地府给抓下来了？有可能，因为观战方那边前面的话打的也不求快，对吧？对，我大堂只要叠建议就行，轻宠叠建议，那么。地府有大把的时间去黄天之息抓对手女儿村的一个速度，是观战想打快也打不快啊，我就三刀大堂也是，就是说得出这个我们说建议之后才能点杀。还有一个小问题，对方那个五速的盘丝好像也没卡住谁，那看一下对方那个盘丝，一会儿打蓝的效果怎么样吧。千战敌加给谁呀？三号自己的宝宝有说法吗？是五速，我只能说他卡这边地府了。是齐九凡，真阳令旗也给，虽然说有一点浪费，尽疗给到观战方这边的女儿村，魔音兽纹给到之后应该是有了，五行法术会跟一把，是，舍生取义保宝宝，但是这把的话，你起了个九凡，是，看能不能扛得住，哎，三个加持了啊，一真阳两敌，好像是要倒，没贴的话扛不住啊，感觉，哎，有贴很细。2万多，宝物被带走，主要你头上的话有紧箍咒，我们看一下，它也有灯。观战方这边女儿村的紧箍咒还有几回合暂时看不到啊，但是头上有个生命之泉，是我感觉能扛住。雪天气，观战方女儿村这个血量壁垒再来一下，一回合如果掉1000的话，观战方女儿村能扛住，再多一点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1600真的差丝血，哎，赶紧水清把自己头上紧箍咒先给解掉，是，反出一个谛听。尽量没中，没中，还是花户扛住了啊。寡欲令的话也开掉了，哎，活血，身上毕竟有瘴气，活血的效果也没有特别的好。再砸，打得比较着急啊，活了个4300，砸掉了2900。双地听出来，对战方的避雷宝宝还会跟吗？还是说这盒乱滑？好像是有点着急，想点倒观战方这边女儿村。那这两只地听安全了呀？是很安全。是吧，有人给自己顶蓝，是吧，顶了给化成寺顶了个这个黑玉，剩下都是集火观战方这边女儿村，那上一回合大明湖很赚的，是这样的，宁武装冠刚才3.0元用了，哎，武装冠现在又在抖癫狂状态，烟雨剑法不行，你现在只能法宝了，剑武装只能法宝，没话招，武装只能这个我们说看是怎么扔法宝了。然后的话对面盘丝由于这个速度是我们说对面的一个三速，那么他用这个幻境术也没用，秒不到你啊，对吧，看一下吧，如果是打蓝盘丝的话，我觉得这一回合直接给一把偷龙，对，给偷龙可以偷一个地听，然后拍另外一个，是，来看一下观战怎么操作，因为对面的一个咒师的话也比较慢，就是说我给个渡劫，就是说你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清掉我这个地听，一定不能说拿五行法术砸地听作为处理地听的办法，是的，你可以把它给清场，但是不是说干扰或者影响观战方这边地听出手的一个手段，特别是双地听的情况下，我感觉就不要去这么操作了。虽然说观战方这边地听啊，大概率是清对面的孩子，对吧？我觉得可能继续看一下大堂多少层的建议了，也够了呀，两位数，如果没看错的话，已经11层了吧？26回合，这叠的速度可不慢，不慢。主要观战方拿了1速啊，13啊，哎，不要你起真阳，哎，只能来个法宝幻境术啊，你这换才秒不到你，秒不到，哎，还行，防这手可以，只能防这手，如果是比如说防魔帝的话是秒不到他的，那这样子还可以，那观战方大堂也跟扫了，跟扫，这是两地听观战方想给对战方的盘丝，开刀2200，感觉像是没破甲过，主要是阵法也被大克，观战方这边大堂呢由于是一个三扫啊，也不太找漫天的，对吧，诸天看护虽然这个状态有，相信层数应该也不是很高，但工地厅
刚才弹了一甲，由于没有给加持啊，所以来说的话，这个伤害就人物单位好能贴得住，没那么可观了。大手笔啊，两攻谛听。如果真阳令旗加上，相信的话应该是够了。他点。他那点对面的单位啊，就不点化石，就是这一场的话，这回他点对面的女儿村跟点宙斯的话应该是有的，但是其他三个单位不行，确实，武装起了这个纸人化身的话伤害也不够，再加上幻晶术也比较精髓，如果这个小组王能够挂中的话，伤害应该也差不多了，差不多，因为我看已经到一个撕血的状态，哎，金青一把金青把聘婷给解掉，再来。觉得对战方咒是不妥，这个会画紧箍咒，落花给到，那这个谛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作为了，因为下一回观众方这边大唐不能动啊。当然了，如果大唐真说的打得激进一点，我就把剑交出去也不是不行。是的，死心顶上一手。这回合是一个，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乱画吧，朋友们。可是乱滑，如果都能滑到观众方这边女儿村的宝宝，好像也有一点小概率的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啊，你女儿村还有一点针，看你交不交。那当然，对面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也是比较简单，因为这个谛听他出来的话也没有给小自嗨，他要是英语剑法就包括砸过来的话，我感觉可以，就是说用这个紫火如意，会很简单的处理掉。选择纸人，那就是看着这边加真阳了。风不让你挂小死，抓观众方这边女儿村的药看一下。哎呦，一个大金两个九转，对，不是他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我们说药品。可是啊，观众方这边女儿村被抓了三个之后，真的还有七个药吗？我们看对面方盘丝那可手里没零元，对，就是说前面那个前面可能他拆开用了，是，那就是如果说三点都给他的话，还有一个药，还有一个。药用的也挺快，出谛听出来，亲宝宝死了，好像收效不是特别大啊。这三只谛听出来，对，都不大，朱子坊上一把幻境起的倒是也好，起得好，虽然自己是一个本方全场的三速，但是可能对战方的盘丝也是给到了观众方那边很大的一个压力，保自己一手没有中这个金箍术，也是打得很不错。经过这三只谛听，我们说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了，那观众方就真的就比较难，虽然说女儿村有一硕，但是如果说你没九，就是说后续去金青开这些人物单位的话，其实你即使你这三刀大堂，我们说建议来到21层、25层也好，但是你有力使不出啊。是。把观众方跟女儿村的药给抓干之后呢，提前给效礼，这个金青好像也不太好放得出来，看大明虎怎么破局吧。好在一点呢，就是可以看到观众方那边大堂现在手里零元的这个数量露出来了。这零元暂时观众方大堂不用了，比赛往后打吧。对。幸好这边我们说速度，加上这个速度圈的话，这个速度拿得很舒服。哎，如果对面他的武装能够比对面观众方武装快，其实能够套下去，其实挺舒服。因为，在你女儿村没有药，或者说，喝酒尽心情况下，尽量的套你武装，不让你这个我们说去清风月神武龙的话，那挺难受的。有把金青，无非也就是说加了魔镜，配合大堂给一把横扫，就防再防，很谨慎啊。新出的宝宝防上一手，由于刚刚金青过啊，也是观众方那边的武装去控对战方咒术不妥，不想再吃紧箍咒了。黄泉之息去抓速度，要保自己观众方那边武装一个全场的三速，在一会儿夜渡江没有的情况下，也拿到一个三速，一三速那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大堂中无魂，剑已经叠起来了，这个时候给无魂，万一送一把漫天，其实观众方那边也不亏，不亏。这宝宝真的有问题，两下直接带走，九凡立的也很谨慎。主要观众方要跟宝宝还在，就是以这个一三速打到后期问题不大。
而且这个大唐的话，他现在还没有太多的加持嘛，就是说，魔镜还是刚拉出来，然后武装的真阳也还没有给到，所以说他后续的话肯定伤害是越来越高的。那包括如果假设对面出地听把他摁倒地了，还有一把亡灵，所以他后续的话伤害还是有提升的空间。那包括小寇说的，你给无魂给我，赏我一点漫天，对，也不是不行。对，而且刚才已经用过落花呀，电方那个盘丝的话也不打蓝啊，是直接是一个一脉的这个盘丝，就是一个打控制，死压不让出手的呀。我感觉地府有机会的话可以给个鬼眼，毕竟对面也算是一个纯正的一个三峰嘛。是。那当然，如果观战跟对面耗，就是假设当你把对面的这些攻宠清的就比较多的时候，就对面都拉这种配速跟孩子在场的时候，就可以给天地了。这种保一的宙斯普陀，阵容看着是比较稳，你怎么能够把这个比赛拿下来或者说赢掉是一个问题。对，现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前三的就是积分前三的服务器，对吧，紫禁城、曲阜孔庙以及雪山三支服务器里边，曲阜现在这个保宙斯打的是最多的，对吧，他保宙斯可不一样，那前面地听海啊，20多只地听就给你摆出来了，现在就考验朱思坊那边。我相信这种服务器他手里面的杀人力批一定是有的，但是有多少这个不太好说。是的，因为你没有带地府，一会儿怎么来破观战方大明湖这边那个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而且你拉这个我们说高伤宠，他的一个我们说时机你也得把控，就是说对面大唐这把必少，当然他连破没办法，就是说你赌他下把休息，就必须他下把休息你才好操作。是，而且呢想防杀人力批的代价现在来看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九凡我5个单位，对吧，现在大唐刨出去2封，然后哎呦这野兽还没加呢，我怪不得切进来刚才扫那个盘丝2000多，我说建议都出了，而且他没倒地过，他如果倒地过肯定亡灵就有了，对，就说怎么伤害这么低，原来是野兽啊，好家伙，哎呦，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比赛野兽一家真阳魔镜一给，哎，档次就不一样了。是，对面也是很小心，但是对面的我们说我们看一下速度啊，得补速度圈了，对面武装3速加上这个头上也卡了这个我们说黑玉了，再回那观战方的这个地府现在又有事儿做了，有事做了，反套控制打的还是比较细的啊。含情脉脉先给了观战方这边地府，省得你寡欲令来开。清风是保的大唐出手，同时解掉了女儿村的一个这个封印效果，挺不错哦。本站一现在开始找漫天了是吧？哎呦，野兽加上开始找漫天，对。观战方大唐这个防这个伤害啊，一会儿朱子房可能扛不住，后面点杀就不是刚才那样了。是，那你宝宝虽然说摁了防御想降一下大唐开刀的这个伤害以及其他任务单位被建设到这个伤害，但是观战方这边还有避雷宠在呀，而且打得比较细，魔镜给到的是避雷宝宝，可能我不太了解，就大明湖这边他就说他剩下的一些我们说地听这些的一个储备啊，但是刚才那三只确实挺浪费的，就是没有做到东西，如果后面还有的话，我觉得如果刚才是按现在的节奏打的话会好很多，是就是说我先起野兽先清宠不着急会好很多。也能看到啊，这种帮派实力强劲的这个服务器呢现在给到的自己武神坛队伍的一个加持也比较多，比较多，对吧，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榜单上面成绩最好的可以说是阳光城，对吧，那么这两支就现在这个比赛的两支服务器其实真的自己的帮派真的也都非常出名啊，大明湖这边的醉风弄云，对吧，以及朱子坊上个月刚拿到冠军那个逍遥永恒啊，双方的话能够给到自己这个团队的支持真的非常的多，魔镜加上，就是漫天找一把，你觉得我可能继续找，我开扫，是，可惜小锁没中啊，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点倒，他
他可能也是找了一把瞒天加刃，也是我自己试试威力，开刀已经到了3500。哦呦，七二刀七千七，第三刀直接倒，有了。哎呦，这个大唐的伤害一会儿不太好。哎，连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这出俩孩子了，你再出一只，我可都要天地了，不管你了。当然，这个我们所说的天地来看一下官方的一个节奏了。如果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不想受你控制了，就天地了。你别说，这大唐上升的空间，我刚才没仔细看，真阳令旗还没加呢。对，真阳没加，这真阳令旗还没加。前面的就说，要么就是给地听了，要么就被对面女儿争了。哎，先点个灯，因为这个紧箍咒也有四个单位了。是，好家伙。真的不想观战方这边大唐再出手了，受不了呀。一尾渡江上把是给了鹈鹕了嘛，所以说也是看到速度有变化，先拉个一尾渡江。看一下速度，如果说速度拿不回来的话，可能是对面的武装的出了这个宠，是他是马，因为你这边没掉宝宝了嘛。哎，那还要控一手观战方这边地府，这拐令会硬摁自己的大唐吧。对，那拐运给上了，说实话我这边一三，你这个盘丝又不能控我这个大唐，是那你盘丝你只能给控地府了。对，但是我这大唐就无限出手了，如果说一对一去控的话。看一下对面的，没办法，朱子坊上了三封，这一回合必须要控地府，地府只要是能出手的话，这观战方大唐好像寡欲令就能享受到了。对，头上有生命之泉，血量也很健康啊，一回合的话掉1000左右的一个血，给一把效力，给效力不控制，然后武装去套对面方的盘丝吗？对吧，因为他效力给的是武装嘛。对，是不是保化生，这把化生有塔，诸天再叠寡欲令开嘛。那对方孩子出这么多，只能摁防御吧。哎呦，他被笑中了呀。哦，地府，地府这把应该是金青摁的精。是吧，是瞄着孩子去的。对，场上摆了一只善恶虫在，那么暂时这个天地倒是也先不加呢，孩子摁的防御不着急。哎，因为药品还很多，虽然女儿村我们说有点见底，但是其他单位这个药品还这个储备还很多，是不着急。这一回合的拐令会给了，因为对面朱子坊是三封，你刚才观战方这边是两封打三封的话，这个地府是未必能出手的，所以摁了一把特技嘛。这你说他会不会对着控，然后他就是点过去啊？就说女儿控女儿，武装控武装。那继续点咒师不妥了。对，如果点只能点咒师，看他自己想法，有一点极限。哎呦，真点了，但是那这把人开人开，地府挂小死，化人四敌给一把金刚啊，可以对吧？孩子加魔镜，化人四给金刚，你不拉金刚的话好像不太合适。看一下复线蛛丝，还在找女儿村，这他没要了呀，计算错误了呀。对呀、啊，刚才都说、啊、真的已经三把灵元全都抓了观众方那边女儿村复线蛛丝。这个第四点零元还往上给。那这下小鼠王中了，开刀4000。哎呦，5000，5800，五千八。他得自己不出连破了吧？啊、不出了，还行。他得自己弹甲才有机会救，是不弹甲就没办法了。没错。对面还是吃了这个速度上亏，就是说女儿丢艺术啊，我可能能理解，但是武装这块丢了的话，是真的你可以很裂了，你可以二三速也行，因为你如果跟官方打长期的话，地府这块他抓你的话，你速度肯定是下来的，肯定是会下的，但是呢，你初始速度越高的话，观战方这边地府就会越忙，是。对吧，你到底是要全场的一速，还是说想去四速跟那个三速争这个速度位，对吧，你抓两点的话还是比较忙的。哎，真我这边要严。无魂也不让你扔这个法宝，觉得这个点杀的节奏也起来了，丢一把相思寒针的还能影响一下对方女儿村的一个这个封印的命中率，那即使是下一回合观众方这边有一个全场的一三速啊，那么对位去控自己大唐出手的空间依然非常大啊。哎，残珠一台，血量全部抬上来。
而且大唐就是说现在也很稳健，就是说他的一个建议大家可以看到他出的是比较早嘛，是，然后之前抗着伤害低，那现在我们说所有的状态除了这个真阳啊都给了、而且这个手上我的这个灵元也攒着，反正打到最后你说56个回合以后吧，你女儿又没医术，你还真给不了，争不了我大唐，争不了大唐，争不了地府。对，那这样的话我好像随便点，是随便点你。节奏来讲的话是在大明湖这边的，是。但我觉得这回合就点过去了，我觉得对面扛不住，扛不到后面了。武装盘丝二选一，其实刚才点盘丝的话是非常有机会的，只不过那一把小死亡没中。是。而且刚才大唐的出手的大唐。和现在大唐不可同日而语、刚才的大唐的状态可没有现在这么好。是的，哎，给孝礼，喝名酒是吧？给把孝礼。嗯，鬼气，踩塔了，知道你要出宠。哎，如果扫过去，大唐扫就有可能见到那个地厅。哎，你这回给落花，他如果扫的话，他下回合休息不动吗？他觉得他大唐这回不会动吗？为什么？金青他觉得大唐不会动吗？这回金青解掉了，而且落花的话呢也明告诉观战方，我这个地厅速度慢。是，其实你看嘛，他整体宝宝都在，他平时还觉得大唐这回不会动啊，就算扫过去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他是怎么想的，你大唐这回合动了也无所谓，只要是我下一回合地厅不被你大唐处理掉，我能出手就行。是，这摆明是一只慢地厅。那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是啊，其实压倒大唐记忆也不是很大，因为你没有小死亡的嘛，没地府。 对， 对，你没地府的，而且头上也没有紧箍咒，对吧？你真说压倒了，观战方那边拉起了一把活血，不是送一把亡灵，是这边亡灵加上扛不住的，就不信，就觉得你不抗风，四一声响直接把地厅给控中，再拍一尺，很尊重，是很小心。真阳令旗白加了，还清债给不让你，因为都知道他是慢的。地府直接赢，迪厅出不了手呀，观众方那边保不直接把迪厅给清走。你看这普陀的小死亡回合是十到两位数了已经。有点难，看一下啊，二速四速五速八速，八速观众方那边的地府六速，其实逆境的空间是有的。这样子，就这回合如果官方控你两个，大唐扫出去不倒人，下回就可逆。哎，就可逆了。对，得官方就是说这回控也不说两个吧，控中一个，然后大唐扫出去就能逆。控化生一个。哎，把盾先立起来，看看大明湖这边给不给机会。没封住，没封住。没封中，少了点儿，少了点儿，少了点儿。封中这个概率更高嘛？对，逆出来的概率更高。哎呦，他不扫啊！他扫的话，你也有机会；他扫就有机会。他不扫，你很难受啊。还在青铜。那当然，对面这些人物单位的话，他整体都比大唐高。其实扫不扫的话，都可以。再等。在等观战方这边再封一个单位就行。但是朱子坊要看自己孩子，理论来讲啊，这孩子都应该是不抗封的，但万一他要是自己搭配这种是吧，喂五龙喂不进去的话也麻烦，是吧？那我感觉应该可以，就是说两个宝宝而且有人物都在。看一下吧，但现在有点难操作，因为如果武装把你套中的话，你是喂不出来嘛。就是说人物的话就喂不了，所以这个要再被封两个单位才行。而且有些时候啊，就说观战封你，万一喂把这个封中的给开了，基本都是往自己的宝宝身上扔这个武龙。 对， 对吧，你不可能说往自己人身上扔武龙，再套中一个嘛。哎，下回合是真的有机会，是先把纸人立了。朱子坊只要这回合不开那个化生寺，就可以，就化生也起这个法宝嘛。他只要不开化生寺，他是有想法的。哎，落宝没有砸掉，化生寺踩个塔，那顶得住，只要不爆啊，真的有机会把这个逆境给摁出去。是，
出连破，哎、连破，但是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没关系，逆境是可以逆的，是开了，开了，但开了不够了，哎，不够了，嗯，那送了一波愤怒给武装，因为如果不开化生寺，他甚至可以用女儿村去喂盘丝一个药。直接自己的女儿或者武装比关正方那边地府快，直接就把这个逆境就给换出来了， 对吧？省得你这边的话，可能还有跟阎罗令一类一些小花招或者什么的。但是你开的这个化身寺，你现在好像数量已经就不够了。是，你看，其实刚才提到了关正方这边是有武装的，那武装的话已经套中了对方的武装，是没有办法的。对，幺零，嗯。哎，防了！这会儿扔这个无魂跟这个阎罗令，对，不管你开不开化生寺，但关正方这边的地府，这把阎罗令给了是比较谨慎的。哎，这只要是无魂就来漫天了，挡不住了。这个朱子房已经不太好，已经打不了了。我觉得啊，都不是说不太好打的问题了，已经打不了了。而且这个封天器也在帮忙啊，真阳也有了，是。虎头位的大唐啊，这个待遇是真的好，而且运气也相当的不错。而且说实话，你被我控你七子没用，我这边要点你的话，那这个砸落宝的单位好像有两个多。 对，就是说砸盾的单位有两个、如果说你一直这样子让我控的话，就这么打，关正方这边女儿村现在都没事干了，踩个塔武装再去套一下对面的盘丝，反正现在就是我日月乾坤把谁的塔不是把谁的盾给套掉，下一盒可能就扫，对吧？是。现在寡鱼令也给到了，这个唯一的一个盘丝也控不住关正方那边大堂了。嗯，武装看一下要不要套一下化生，因为他刚弃塔两回合，摇零了，我不控了。哦、那这样的话摇五扫三嘛。嗯，哎呦，用效率还是比较稳，他没有用套。是。花纹侠，看一下这一下出去的一个伤害啊。嗯，应该是摇五扫三啊。嗯。这个应该是提前破，顶盾硬扫不如扫孩子。哎，虽然说孩子很防御，但关正方这边的避雷宠是跟着大唐一起协同出手的。是，主要对面女儿的话就剩一只了嘛。嗯，你看看，哎呦，应该是跟着三号。对，跟着三号、我觉得跟五号是没道理。哎呦，因为已经摇了，这一姐妹同心、啊。跟这个三号都是对吧？魔族这个孩子，小姐妹啊，对，小姐妹同心啊，两个人同时走，哎呦，那你是有金青，因为落花了，想放出来，然后意不大，重新控制。武装身上肯定也有一把怒，因为刚才是被扫嘛，嗯，就说可以存着，但你宝宝就较少了呀，得出，哎呦，出绝龙龟。龙龟摆出来，观战方大唐可能还真不一定扫这个龙龟了。看吧，其实我不知道是我记错啊。嗯。朱子坊那只龙龟就是，可能技能方面比较夸张，哦、就是很多那种啊、哦，特殊技能比较多。因为龙龟普遍来讲的话，这个房子还是很高的，对吧？你真说摁个防御，观战方这边大唐。就是现在状态好，化生寺再补一把金刚，如果开刀只是在2200左右的话，一回合未必能清得掉。我觉得就扫那两个童子吧，化生寺的宝宝就不碰了。你宝宝不是多吗？多你愿意自己换就自己换，对吧？或者这一回合应该是瞄着人去的。对，我觉得大概，我觉得大概率啊，这一回合是瞄着人去的，会点。不进，但这把化生寺是拉金刚的，是少一把金刚。嗯，有挂住。哎呦，水清，水清，觉得自己伤害够了，开刀4000。不弹甲，看一下啊。哎呦，两弹甲，两弹，就看这壁垒。当然这边有一速的啊，我感觉够啊，够了。还有一只，
来，刚刚好吗？刚刚好。封天气有自信。嗯，封天气的最后一回合，也是利用的很好。地府下把就有灵元了。虽然说给不了双眼，但是一直有人物单位倒地啊，这个压力一直在的。是的，而且官方这边已经没有支援消耗了，就是你对面是一直吊宠这个倒人的，药也不用吃，宝宝也不用换，问题不大。一直就想咬走这个孩子，但是啊，这种宝衣啊，你真把这个孩子咬走。还会立刻再补一只出来，对的，对吧？这个龙龟确实没有必要扫，跟那种龙龟较劲没啥意思啊。鬼气破甲再给残珠，是没办法了，再掉头。哎呦，他的一个功能还没显现，他什么呢？剑当四方高毒吗？配合人自己的咒师斧头吗？不止，就是好像是灵光炼财，灵光炼财，对，灵光炼财，死亡法房那种，灵光炼财，对，我记得是，但就是说也是比较长时间了，还在的朱子坊，确定了，对，PK 已经很难了，基本已经结束了，其实是，观战方这边女儿如果控对面武装掏化24。没有快宝宝能够开女儿村，猜对战方女儿村如果真说的加战敌了吗？相思寒针，他怕对面真，怕对面真，这回合要点人的，对，要点人，他怕对面真地府，应该直接点女儿了吧？魔镜加上，点武装都一样，点武装的伤害也够，金刚给上。两把漫天过后啊，观战方那边大唐的输出是很离谱的，开刀7300，两弹孩子没弹走，也知道这孩子的话一定不是龙宫的，对吧？就是一个这个先例孩子，名字起的倒是很唬人啊，秒出来就收场，让人看似以为是一个龙宫孩子，但是单位比较少啊，大唐扫了三把，两把这个弹到了孩子身上，这孩子没离场也没有倒，对吧？你这孩子一定是没问题的，是的，名字很唬人啊。对，不是刚好被我建设到了，就不太好意思，直接给验出来了。对，没办法，我出个想法拿一速，最后的一个法宝出了一个马，看能不能把一速拿回来。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你如果鸟头位带马还没有观战方那边虎头，就是虎阵三号位的女儿村快，那就有点离谱了，有点离谱了，先起来拉个宠，但是现在是49，对吧？50回合对战方的女儿村可能要吃观战方那边一把效力，你有马你可能有全场一速，我提前笑你，而且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速度，全场的一速真的没有发生变化，观战方这边女儿村依然是一个全场一速，你带马都不行，也没道理啊。我是这样的，对面也是一个我们说正常的落花的一个盘丝，是吧？他也降个100点速度给观战方女儿的呀，你结阵也在啊。对，你有结阵的，这道理想不明白了，难道我倒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我没太注意观战方这边女儿村这个宝宝什么时候换出来的，应该很早了吧？对，应该很早了，是吧？在场不是一直壁垒在敲啊？对，一直，对，没错，他没换过宠，对对，没错没错，一直壁垒，跟自己的这边地府两壁垒宝宝是跟着大唐一起，这个跟后续的一个伤害的，是属性调配上还是太自信了，觉得自己开一把鸟阵，这个一速是稳的。对，你想嘛，对面的一个就是他那个咒斧陀，他倒地了10来回合，就这边就没换过宠了，是。就真的很离谱，就小马，因为大明虎也觉得我这一回合一速没了，对吧？就没想到是这样连破，正常来看的话，你占了一个鸟头，你再带匹马，我这边的宝宝没换，对吧？也没有什么可换的一个空间，那我肯定是加了鬼眼。按道理说，
神马的血量通常来讲不会太高，至少会就是能够配上自己的辅助的速度，是吧？你要开一把鸟阵，那我速就是血量应该不是很高。大唐扫他其实是有点吃亏的，第三刀其实是通常来讲享受不到的，也是为了不让这个一速易手啊。哎呦，这烽火狼烟拉满，烽火狼烟诅咒，诅咒给，哎呦，点花儿色了。小死亡怎么说？有挂中，比赛结束，问题不大。嗯，那对面肯定是要活这个中虎符的，或者活你们村。我残珠也可以，残珠自己能抬一下。主要观众方那边有武装，也怕被武装套一手，然后点自己的咒术普陀，想法没有问题。开刀化生刺四千，第二刀四千三，弹不弹甲？没弹，但宝宝后续好像伤害是不够啊，不够，距离目标了。除非，是这样，他有这个鱼可以，哎，换鲲鹏。对，你有全场一速，就看手里有货没货，是是吧？壁垒只要是贴到自己的人物单位，血量必然已经是比较低了。对，换鲲鹏是有机会的。这个、但是血量的话，加上生命之泉的话，可能下回有个两就不超两千五吧。嗯，不超两千五，看一下观众方的选择。朱子坊如果要是求谨慎的话呢，会有宝宝贴一下自己的花儿刺，对吧？破鲲鹏就像破这个花果山的当头一样。哎呦，须弥有点难吧？嗯，先生检验一下法防，头上有生命之泉呀、啊，法防也不低。是啊，一把金青解掉。距离五十六，还有最后的四回合，落花再给下一回，不让观众方那边大堂动。丢个无魂，但是我们的比赛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嗯，所以说的话，你对面这么打的话，其实你想翻翻不了。七点零元是一定会让观众方这边大堂赚到的。是的，嗯，保一是可以保，就包括你说落花给到大堂，下一回他不能出手，但是你后续还是那个问题，你能够出什么宝宝配合着这一把大堂不出手，你能做点事儿，给一下自己对手压力，这个是考验你这种保咒师的阵容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哎呦，现在我感觉给不了压力了，因为我感觉光荣方如果天地一给，你又控不了这个大堂，后续的工虫也少，对你的宝宝的话你也没有那么多工虫去压它、嗯、你说有没有，肯定有，对吧？对面的化生寺手里是一定有的，是，但是你单蹦一只啊，那大唐正愁没有地方可扫呢，对不对？是的，你像这种孩子在场他最喜欢。嗯，来控咒师，牛村喝酒笑话声，因为刚才是送了一把怒。哎，对面的话可以活一下这个宝宝，哎，有配速的话呢活武装两边。那观众方这边的话，两个辅助换出了一个黑白谛听啊，这个要配合了。黑白谛听啊，通常黑白这一对组合杀心就很重。是的，哎呦，你还贴一下，很细节。你还贴一下须弥，就觉得对方清宠能力差是吧？嗯，一千四还真的让他给带走了，没想到吧？会不会又工地厅？他已经出过三只工地厅了。咱不论技能跟这个我们所说的资质啊，怕观众方那边什么呀？地府直接开无间了。嗯，开无间也可以。嗯、因为刚才看到了化生寺，不，我不是扫不进去啊，对吧？对，我扫化生寺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可能把那个化生寺小死亡给解掉，我开无间这个总无解吧？嗯，先看这个观众方怎么操作。首先，你对面女儿喝酒了，这把孝礼给不给？我感觉要给，如果想点人的话就要给孝礼、嗯、我觉得孝礼给啊、嗯、武装套一个化生寺水清给大唐没什么办法的。对的，来看一下，或者说对面的女儿村喝酒是阳宫，相思寒针真观战方那边的地府也行，对吧？嗯，然后五号的话给化生给个五龙啊、哦、这样子就很稳。你喝，我喝了名酒，你来笑我好了、嗯、对吧？我不能让你这个小死亡丢出去。对，因为但真的就怕观战方这边地府一手无间，那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是，哎，笑你正常笑，看对面有没有动。嗯、哎，真地府是吧？真地府，真的怕观战方这边地府啊，真的怕地府开一把无间出来，直接就端对战方的化生寺，不管其他的人物单位了。魔镜加上
幻境树起，利顿幻境树也是比较谨慎的。怕了。嗯。哎呦，小死亡挂中了。那没事了，那没事了。嗯，还是求的稳。大明湖这边优势大的话，没有说去硬端对远方的化二四啊，选择了对远方的一个武装。相思寒针其实对远方女儿村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哎，发的。嗯，伤害够啊。嗯。这已经到了半血啊，刚两轮、三轮过后，连了。嗯，宝宝先掉一只。哎，这幻境术有点用，但是不影响倒地。对，倒还是得倒啊。大唐的伤害高，不影响倒地。那晚倒不是早倒，是第三刀就别吃了。他这回合不倒的理由就是幻境术弹大唐扫不出去。刚才我们看到弹到了一下，是对吧？弹了个一千多下去，不太够。不过弹三千多那一下给到大唐，是哎，大唐扫不出去就能救一救。嗯。没套中，观战方这边化二四可调配的宝宝还多，是能不能两个人再补杀人力劈或者地听出来？地听再来两只，哎，现在有没有怒了？现在大家都这么富裕吗？都很富裕，是。哎呦，对方的四号宠血量可真的不高，嗯，五千多血。看一下啊，对面女儿的话，这把得真武装，武装这把三点零元很舒服啊。就是说两个地形如果让她加出来的话，都能享受。是，而且是不是这须弥能享受到啊？就是如果假设三点零元加出来，两地形加须弥，她打的戏，点着这个须弥加真阳令旗，这两个地形是能带到的。是的，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毕竟这个须弥。蓝光还在吗？你没有清宠能力啊。嗯，观战方这个武装贴一下那个须弥，这个须弥掉不了。嗯，这中着相思还真没有不开无间的道理了吧。哎，能做的。哎呦，还侵蚀，侵蚀技能也出。哎呦，这场比赛扛不住了，实力和运气都在啊。一把精青，刚才也看到你顶针挂中了，一把金星回回血，观战有可能无间的呀。对，看看这个地府没有什么太多操作的空间了。对，要么挂消失，要无间。无间有侵蚀，就冲化二四。哎，无间了，直接冲化二四。是，魔镜已经加上了，就看无痕了。砸掉一只，但是砸错了，加在观战房里面一号，冲化二四，起了纸人开刀。三千五，第二刀四千四，三刀弹甲，血量已经很低了，再出连破，这比赛结束，结束，只能说结束了。四千一 ，OK， 好像倒的不止花生四一个人吧？女儿村能不能扛得住是个问题啊。两千六，一千九，盘丝也很危险，无间把对方花生四锁在地上，一千七，法连再来一下吗？还有，不要怕。化魂还在，就算秒不倒还有化魂。倒了，那当然三杀很成功。哎，恭喜大明湖。嗯，哎，来了，在阵法被大克的情况下，也是得益于自己开了一把虎阵，能够拿到一个全场的一三速啊。对，保着自己的一个三扫大唐，建议叠得如此之顺，而且看到虎头位的大唐，即使阵法被大克，状态好了之后，伤害依旧非常的猛烈。嗯，一万八，是的。既然你让我攒到了七点零元，没有不用的道理。是，这个比赛确实虎阵拿一三速，只能说，天胡开局。是，我在想，那刚才换的那匹枣红马速度没变，也夸张，也有点，也有点夸张。嗯。难道观战方满战神吗？这个就没有仔细看啊。下来可以了解，对，下来可以了解一下。前面的话呢，应该也是观战方这边的地府一个劲儿瞄着对战方女儿村去抓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是的，但总体来讲，对战方女儿村她和武装的速度调配都不算很高，所以这样的话，你开了一把鸟阵，一个二四速啊，真的是让观战方这边。特别特别的舒服啊！那这样的话，再次恭喜大明湖拿到了我们积分赛第一轮的胜利，而且整个的。